实担心也没用，因为政府政策是它要涨你也跑不过、啊、可能在吹冷气方面就会比较注意，来内才是不属于涨。我还是出去吹免费的冷气好了，省点钱。这支3990，好，这包多少钱？1350，先说明1400。好，这样多少钱？1218。多少钱？25。3790+1350+1218+25=6383，还有浪费的电费没算。